各位法师，各位居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们现在讲到第875页，由龙女来证经，对不对？来证实经典所言无误，所以首先龙女来会，那龙女之所以来会呢，就是她在表明她其实数世劫以来，她是不是都在阐扬大圣教啊？而且其实他也度脱苦众生啊，表示他也透过菩萨道的哦，那么我们容易怎样迷糊在现象上，看到的虽然是女众，而且年纪这么小，这是不是还是像啊？那他为什么后面会讲到他为什么很快就能够成佛，是不是也必有宿世的因缘？必有宿世因缘哈。好，那么我们这个到878页。身子身仪有没有？这个身子是不是有点熟悉啊？舍利弗，舍利弗又名为身子，就像天寿是谁啊？提婆达多，对不对？有时候翻那个音跟翻它的意不一样，那舍利弗也就是所谓的身子，所以有身子也就是舍利弗呢，他还是有疑问的所以这个时候舍利弗就对龙女来。这个发问说，汝为不久得无上道啊，世事难信啊，你说呢，你将即将要成佛了，这件事情实在让我们难以置信啊。那所以者何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女圣垢秽啊，非是法器啊，一般呢都会觉得好像女众本身这个业障深重之类的不是成佛的法器啊。那么云何能得无上菩提啊？为什么说即将就要成佛呢那佛道玄旷佛道要成佛是不是非常遥远的一件事情是三大欧僧祇劫累生累劫这样子一路过来的所以叫做佛道玄旷嘛尽无量劫勤苦积行啊，而且要具修诸度也就是要六度万恨嘛，是不是？然后乃成这个才能够成就又呢，女人身犹有五障一般说女众的身有五种障碍。第一一者呢，不得做梵天王在梵天里头不能贵为梵天的国王。第二呢，也不能为第四天第四天都还是在欲界天里面这个叫做倒立天嘛。的天主第三呢就是魔王魔王呢其实是在也是在什么也是天界是六欲天的天主六欲天的天主叫做魔王第四呢转轮圣王所谓的转轮圣王都还是在人间的这个等于是人王啊以人王来治世的这个国王就是仁慈的国王叫转轮圣王。第五呢就是佛身要成佛呢是不能用以女身来成佛的以女身来说的话也不能做梵天王，也不能当这个第四天的这个天主也不能当魔王，也不能当转轮圣王也不能成佛的云和女生呢速得成佛为什么说这个女生以你这种女众生呢很快就要成佛呢这是舍利弗的什么疑问这个就想到维摩诘经里头舍利弗跟天女是不是也有一番的论辩呢舍利弗也是跟天女说你为什么是个女生你这么厉害神通变化为什么是个女生那个天女是不是也把舍利弗就把它变成一个女众的身呢、啊？舍利弗吓一跳，那在当然在这个之前是因为天女散花，对不对？散花那个舍利弗就很紧张，很怕花沾在他的衣服上，所以他一直背撸还留了几朵花在身上嘛，也因为这样子那么舍利弗才不服气说，那个天女你好像很厉害，为什么还是女生？这有点鄙视女众啊，对不对？所以那个天女就说：“拜托，我求了12年，好不容易才当女众，并不是业力所致，我这是愿力所致，是发愿来的，
啊，所以我们说所谓的女众生不一定都是业障深重所形成的业力身，还有愿力啊，发愿当女众的，对不对？发愿当女众，就像龙女一样嘛。龙女其实她也等于是像一生补处菩萨即将成佛，但是她现什么女众生，那是什么愿力所成的身啊，是愿力所致哦，不是业力所致啊。就像《地藏经》里头也讲嘛，啊，说这个到了那个什么地狱里啊，到了地狱里头看到大海水，那个海不是我们看到那清凉的大海，不是，它是沸腾的，对不对？那个去到那里的他也问啊，问那个鬼王说，这个地狱道怎么来？他那个鬼王就告诉他，如非业力就是愿力嘛。地藏菩萨去三恶道是不是愿力所去的？哎，但是还有一种就是什么业力所致啊，因为造无恶不造，那么就掉到地狱道去，那是业力啊。哦，所以我们要知道其实会有业力跟愿力啊，所以我们说这个愿力是很重要的啊，我们的业力很大，唯有愿力有机会啊去调整啊。所以我们说哎，发愿它本身是一股很大的力量的啊，是一股很大的力量啊。好，所以呢其实啊，他所现的这个女神，所以我们说哎，以女众生不一定都不好。哎，我们女众也不用太哈，觉得说好像哦，女众就多么业障深重，不尽然呐 啊并且呢，就算说哎，业障是不是也人人都有的？男众难道没业障吗？是不是一样有业障？还是有业障的啦啊！如果没有业障，就不入娑婆嘛，对不对？啊，到秽土的世界也必然有业障才会来的。哦，所以呢，有业障，但是我们也有福报啊，不是全然是业障，对不对？一样有福报，啊，一样有福报，那就看我们如何的去面对我们的业障。我们的业障可以是逆增上缘呐，对不对？反而是我们的增上缘呢，啊，因为智慧的启发啊，往往都是在逆境当中，啊，逆境当中，我们对佛法的那种深沉的体认，啊。那么升观因缘法才有机会去摆平我们的心，在升观因缘法当中，其实我们是启发了我们的智慧那尤其在业障现前的时候，体会会更深一些会更深的好，所以呢舍利弗他当然有这样的一个疑问他认为说啊，这个当然应该说是原则性的是大原则，但是呢有时候因为愿力的关系就会超越这个就会超越的好，所以呢第三那么龙女成道第879页，尔时龙女有一宝珠这个时候龙女她有一个非常这个珍贵的宝珠价值呢就如同3000大千世界这么的有价值，那么她把它持以上佛他拿着这个宝珠那么呈现给佛陀，佛陀呢就马上就接到了就接受了所以龙女呢就问智积菩萨还有尊者舍利佛两位因为前面智积菩萨也曾经讲嘛他认为释迦牟尼佛成佛是这么辛苦这么精进而且是行菩萨道所成的他们也不信此女在虚与请当中是不是变成正觉他们两位都有这样的疑问呢所以他就对这两位来说说我现宝珠那世尊的纳受马上就纳受了，那这件事情快不快啊，急不急啊看起来是不是非常快的？他现宝珠，然后佛陀是不是就接受了？从现象上我们想很容易就知道这是很快的、很快速的一件事所以呢，他们两位就回答说：“甚急啊，确实是很快的那龙女就跟他们讲以汝神力来观我成佛呢，复速于此，更快他即将要成佛的那个速度还比。”他献宝珠给佛陀的速度还更快
啊，所以经典里面常常是不是用现象来让我们想象啊，之后啊，那么才来表达那个速度的快啊。他说复述于此啊，还比这个更快嘞啊。所以当时众会啊，所以这个一说完了的当时候，大众聚会在那里，那么全部都见到接见龙女，忽然之间变成男子，具菩萨恨啊，即往南方无垢世界作宝莲华，成等正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普为十方一切众生为演说妙法，是不是立刻就成佛了？立刻成佛，而且还马上变男子身啊！这个其实还是在现象上来看待了啊，所以他之所以会现女众生，是不是也是他的愿力所致？其实他自在无碍的。啊，他的这个年才八岁，这个我们马上想是一个小孩子啊。啊，这个《普门品》里面也讲嘛，哈、啊，观世音菩萨说欲与啊童子身得度者，他是不是也现童子身了？所以菩萨都是为众生而现呐、啊，啊，需要用童子身才能度化，他就现童子身；需要宰官将相身来度化，是不是他也现宰官将相身呐、啊？啊，并不是菩萨喜欢千变万化，其实是不是应众生的要求啊？啊，要应机说法嘛。啊，所以呢，他也不是我们想象说，哎，小孩子他就一定是幼稚的，啊，是不成熟的，不尽然，是因为我们只有透过外相来看待，用我们很世俗的角度来想象，啊，但是佛法的不可思议就是这样，因为他也是数世劫的修持所过来的嘛。啊，他也算是一生不处菩萨了，啊，那我们说菩萨摩诃萨，他本来就是可以千变万化，可以瞬息万变，啊，他所关怀的就是众生，他从来没有，啊，不会去想到他自己，不是为他自己，是为什么？为佛教，为众生嘛，啊，总说呢，都是为了众生，啊，所以呢，他其实已经是一生不处菩萨，立刻就要成佛。只不过他所现的是什么八岁的龙女像而已啊，啊，所以呢，他马上啊的快速的啊那个快的时间就比他啊现宝珠给佛陀的那个速度还更快，啊，立刻就成佛了，啊，所以呢，接下来呢，十众得意啊，啊，这个时候啊，那么娑婆世界的所有菩萨声闻天龙八部。还有人，还有什么非人，啊，皆遥见，啊，皆悉遥见比龙女成佛啊，这是不是超越了那个现象啊？啊，超越了我们的想象，啊，本来佛法也是啊，帮助我们在世间法里头，是不是要超出世间呢、啊？啊，也是透过思想，啊，那如何的超越世间呢？因为在世间里头难免被相所束缚嘛。那如何不被相所束缚啊？是不是还要实施身观因缘法？还是得要身观因缘法，因为这些现象是不是还是透过因缘的合离散而成的 啊透过因缘法的关照，才能够跳脱对现象上的执着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这龙女她是不是也是数世劫以来的修行啊，累积出来的这种善根因缘啊，即将成佛嘛，啊，已经要成佛了，所以他马上他可以现这样子的现象，啊，让我们打破了我们的一般的习惯，啊，世俗的这个想象而已，啊，所以呢，我们这些啊娑婆世界的所有一切啊善类的众生们都啊都能够皆悉遥见比龙女成佛啊，啊，而且呢普为。当时候啊，与会的所有天人来说法啊，并且呢心大欢喜啊，悉遥敬礼啊。那么无量的众生呢，能够听闻龙女成佛啊所说的这些法而怎样解悟、理解而觉悟啊。那所以我们说，我们的迷会迷在什么相上？是不是悟？是不是悟在什么法性上头？法性是不是就是在讲因缘法？就是在讲因缘法嘛，啊，所以能够闻法而解悟，心开意解，对不对？啊，而体悟，啊，原来龙女也不过只是现一时的现象而已啊，
他是不是必有因缘呐、啊？必有因缘哈、啊，所以呢，自然能够得不退转。啊，我们为什么会退转？会退转呢、啊？迷相是不是就会退转？啊，我明明这么用功，但是业障还是现前，这是不是着相啊？用功是不是在因缘上在努力啊？它还没有结果啊，但是这个时候业障现前，是不是跟过去有关呢、啊？啊，现在所下的因缘还没成熟，但是过去的先成熟。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现在的用功怎么会跑出业障来？那这样是不是就会觉得想不通、没信心啊？因为着了什么？着了现象啊，就容易使我们退道啊。我会觉得，哎，那我用功有什么用呢？啊，业障照样现前啊，这样的想法是不是不对的？啊，业障现前已经是果报了，这一定跟什么必有过去的因缘，是不是必有过去的因缘？我们现在所下的因缘呢，还未成熟，还没有现果，还没有那个福报还没现前呢、啊。啊，所以我们必须要怎样？要接受业障，真的也是得接受，唯有接受才有改善的机会。啊，如果一直在拒绝当中呢，是很难的。啊，所以我们说唯有去接受啊，啊之后呢，那么我们在当下所能做的是不是还是透过善心善念，啊善因善缘而改善啊未来的改善呢、啊，啊那么才可能怎样不退转，知道因缘法的来龙去脉，就不会被现象所迷惑啊，那也就不会怎样不会退道，不会退转啊。而且呢，无量众生呢，得受道济啊，啊，都能够体会哈、啊，能够受用到，啊，受用到真理法则的这个道，啊，所谓的道是啊，这个唯识里头有见到位，有修到位的那个道是什么道啊？是不是就是真理法则，真理的现象，啊，能够受用到真理法则，真理的现象。啊、是因为体会到了所谓的因缘法，不是只有着在看到的现象啊。那么对这样的事情是不是也才解释的过去啊，我们也才想得通啊。而且呢，这整个无垢世界呢，六番的震动啊，这个反是翻的啊，大大的震动了六次啊，那这个也是一种现瑞相啊，啊现瑞相啊，而且整个娑婆世界的三千众生呢，也能够住不退地呀、啊，啊，能够信，起码信心的不退，啊，信心的不退，啊，然后呢，三千众生呢，也发起了成佛的大心，发菩提心而得受记，啊，只要能够发菩提心，下了菩提的种子。那么就有机会三菩提，三藐三菩提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嘛，对不对？这个是必然的啊。所以我们说菩提种子是非常重要的，什么大乘佛法的法种，成佛的道种啊，是非常的重要啊。所以一旦有菩提心的话，是不是就有机会成佛啊？所以呢，智积菩萨及舍利佛一切众会默然信受啊，本来智积菩萨跟舍利佛是不是都有疑问啊？之所以有疑问，是不是还是在现象上的疑问呢、啊？对不对？是现象上的疑问啊！啊，那其实透过因缘法啊，透过宿世啊，人家宿世劫以来的修行啊，因缘和合所致嘛啊，我们看不到过去的因缘啊啊，但是呢，我们看到了什么？现在的现象。啊、哦，看到了现在的现象，我们就要知道这个是不是也是这个龙女她宿世有修，啊、一路过来的啊，人家即将成佛，正好啊献给所有的啊与会的大众啊，能够亲眼所见呐、啊，啊那也是为了要度化啊度化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啊好，那么以上是提婆达多品第十二品啊。显证古今以劝弘，有没有啊？主要还是在劝导我们啊，这个能够来受持啊，那能够弘扬法华经
啊，受持之后是不是才有机会理解啊？啊，那之后呢，然后乃至于去弘扬嘛，啊，好，那么这是提婆达多品第十二，啊，那么我们进入持品第十三，那持品来看的话，我们在科判表里面啊，它是属于正说另外的一个宏通，对不对？啊，正中分里头有正说跟什么宏通，宏通里头啊，赞美人法，那么第下面的部分是不是就誓愿宏通啊？啊，因为法才是真正能够庄严世人的，对不对？啊，但是这个法是不是还是需要啊，有众生能够发愿来怎样宏通它，来流通啊，弘扬它啊，弘扬经典来流通经典的，那这个也要透过什么誓愿？好，好，那誓愿宏通啊当中呢，那么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圣众受命弘经啊，那之后呢是如来开示住行啊，如来开示住行呢，那是第十四品安乐品安乐行品啊，那么我们的持品第十三是属于什么圣众受命弘通。啊，所以这个圣众呢也等于说是超凡入圣啊，透过凡夫众生是不是才有机会超凡入圣啊，啊，超凡入圣里头啊的这些大众们呢，那么都誓愿来怎样弘通这部经典。啊，好，那这个部分呢也分了两个啊，应佛的劝属自是弘经。啊，那这些圣众里头呢就包括了有二万菩萨，有五百罗汉，还有八千的有学无学人。哦，有学无学啊，像我们比方哎，正在学习当中的是不叫有学啊？哎，那无学呢，就是已经怎样超凡入圣正果了啊，正果以上，那么叫做无学啊。还有二类的尼众呢，也自是弘经嘛。啊，这些都属于圣众受命弘通，啊，所以首先就是先要应佛陀的什么劝属，啊，那要自己发愿呢，发这样的誓愿来怎样弘通这部经典嘛，哈，啊，好，所以我们回到课本啊，第887页持品第十三，啊，那这个持品啊，也就叫做劝持品，劝持品，啊。那这种劝持品是不是也是佛陀在劝属我们呢？ 啊佛陀要讲妙法莲华经，无非就是劝我们要去怎样，要去奉，要去怎样受持，啊，劝我们要受持、奉持、传持啊。所以这个持，啊，就包括了奉持跟什么传持，啊，也等于是所谓的受持，啊，就像受持啦、读诵、书写、解说、供养啊。那赞礼拜赞叹等都名为持啊，那么都应该如是的来持行，令正法久住，令众生能够怎样得益，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说所谓的菩萨道啊，导师在成佛之道里面的这个大圣不共法里头也讲到，所谓的菩萨道是怎样，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嘛，是不是啊？所以这里说要不忍圣教衰，就要令正法久住啊，不忍众生苦，就要让众生能够透过佛法而获得利益，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说大圣妙法莲华经是不是都充满了大圣菩萨道的精神呢？ 啊无非都是这样子的哈，为佛教啊，为圣教嘛，为众生，对不对啊？好，所以呢，但是我们要为佛教、为众生，是不是一定要有所依持、奉持，对不对？传持啊，传达啊，能够弘通嘛？好，啊，好，所以呢，这个劝持品里面啊，会有二万菩萨啊，会有五百罗汉啊，会有八千的这个有学无学人啊。还有呢，二类的尼众啊，那么都是自是弘经啊。好，那么在第888页啊，第三行这里也可以看到哦。啊，前面这个有一这个第十品哈，啊，是法师品
好，那么讲到红金方轨通于一切时一切处啊，但是呢我们现在所要讲的第十三品的这个持品来说的话啊，比较专名什么佛灭后啊恶世中的红通方轨啊，啊，也就是因为佛陀总是会怎样这个涅槃嘛，对不对？佛灭后，那么我们还在五浊恶世当中呢，啊，还在五浊恶世里头，还要把《妙法莲华经》能够红通下去，那是不是更可贵的？啊，所以这个部分哈，那么精品哈，这品专名佛灭后恶世当中的红通方轨方法跟仪轨，啊，好，那么在这个。透过科判表，好，我们就可以知道，哈，这个在第888页，这里是不是好几行？这样是不是就比较看得懂？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几行的那个啊？圣众受命弘经有没有？应佛劝属自是弘经到二万菩萨自是弘经，对不对？啊，好，尔时啊，药王菩萨摩诃萨啊，还有呢，大乐说菩萨摩诃萨，还有。啊，与二万菩萨眷属聚啊，啊，也就是药王菩萨摩诃萨跟大乐说菩萨摩诃萨，那么他们都带着二万菩萨的眷属，啊，共同聚在这个啊，在都是与会的众生，所以他们皆于佛前来做誓言，啊，因为他们要自是弘经啊，哈，唯愿世尊不以为虑，啊，希望世尊呢，啊，不用忧虑啊。不用为众生来忧虑啊，也不用为圣教来忧虑啊，是因为我等于佛灭后有没有啊？所以我们说这里的持品第十三是比较重在佛灭后啊，自是弘经，因为佛陀在世的话，佛陀就会弘扬经典嘛哈，讲经说法。但是啊，佛灭后呢，那么就要有很多的菩萨啊，有学无学啊，阿罗汉是不是也要把佛法能够弘传下去？啊，所以呢，他们也自是弘经说，我等于佛灭后呢，当奉持读诵此经典呢、啊，啊，一样会把它传承下去啊，因为后恶世的众生啊，善根转少啊，一方面善根呢会退转啊，那么而且还多增上慢，我们的增上慢是怎样数世劫以来的习性。啊，与生俱来的啊，增上慢会越来越多，善根越来越少。所以我们说善根多的话，我们的增上慢是不是就能够减少啊？我们的善根微弱的时候，我们的增上慢是不是就会增加起来啊？啊，那么还会贪利供养啊，会这个贪世间的名闻啊、利养啊啊，那么来增加不善的啊不善根呢 啊，并且呢远离解脱。啊，等于沉沦在世间的这五欲当中嘛，啊，那远离解脱啊，虽难可教化，虽然很难以教化啊，尤其佛灭后是不是更难教化？佛陀在世是不是已经很难教化啊？啊，佛陀对刚强难化的众生怎么办呢？佛陀也莫可奈何啊，是不是？啊，那么佛陀也说，只好莫病啊，是不是？啊，只能用末病的方式，啊，等于是这个对他实在没办法，那么起码就是不理他了，啊，让他自动离开，啊，因为有时候怕影响团体，啊，都有可能啊，啊，所以我们说，哎，佛陀他也有没有主宰的力量啊？没有，还是没有，对吧？我们自己，我们凡夫众生一直想主宰一切的事情，事事物物，是这个也是我们的迷惑啊。啊，也是我们的迷思啊，对不对？错误的见解呢，啊，是因为我们有什么自信妄执的缘故，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哎，所缘起性空的这个，空是不是就是在破除我们的什么自信妄执，对不对？我们的自信妄执是不是在于我们的什么主宰的特质，我们的单一的特质跟那种不变的那种很深的那个执着，这个部分都应该要去怎样要去去除的哈。好，所以。佛陀啊，在世呢啊，已经很难教化了，
更何况佛陀灭后是不是更难教化？但是难教化，以菩萨道是不是还是得要去教化？行菩萨道哦，所谓行菩萨道，菩萨呢对众生的善恶有没有去谴责啊？善的众生要度，恶的众生是不是更要度啊？更要度哦，哦所以呢，这些菩萨们啊、哦，那么我等呢，当起大忍力啊，还是要起大忍力哦。啊，一方面呢，啊，要能够这种大忍力，一方面是接受世间所呈现出来的所有一切现象，但是还要跟因缘去做深层的什么确认，有没有？啊，所以我们所谓的忍，它本身啊，在现象上是表象，还必须要去跟什么因缘法做深层的确认，才是真正的大忍力。叫做地察法忍，有没有？啊，在大自然界会有这个哈、啊、所谓的安受苦忍、耐怨害忍，人际之间的啊，大自然间的啊，天灾人祸啊，那么安受苦忍，在人际之间是不是有耐怨害忍啊？啊，要能够愿亲平等啊，更深层的是不是叫地察法忍？地察法忍哈、啊，对法的确认哦。啊、哦，所以呢，当起大忍力啊，啊、哦，那这种大忍力呢，要透过什么读诵此经，啊，并且持说书写种种供养，不惜生命，啊、哦，那么才可能长长久久，啊、哦，才可能长长久久。所以这种大忍力啊、哦，有时候我们说，哎，我们虽然确认，但是有时候还是会被现象所迷惑。啊，所以为什么要读诵此经来持说书写啊？这个是不断的在提醒我们，啊，让我们不会迷失在什么现象上头，啊，就像诸佛菩萨来为我们讲解一般嘛，是不是都在经典里面有啊？经律论三藏当中都有啊，并且我们还要修福报，所以要种种的供养，啊，乃至我们连自己的身家性命都可以怎样，能够舍出去。好、哦，那这是二万菩萨的自持弘经，还有五百罗汉的自持弘经，啊，所以这个时候众中也有五百罗汉得受记者啊，啊，他之所以能够受记的话，也因为他能够回小向大，啊，那么也对佛陀说：“世尊，我等亦自是愿，哈、啊，他们也一样，哈、啊，愿意这种发的誓愿，一定要是什么自发性的。”啊，确实从我们自己的心里头所发出来的，不是外在的力量所能勉强的，对不对？啊，那么以五百罗汉来说的话，他们说于异国土呢广说此经，啊，为什么说是异国土呢？啊，这里是因为啊，这里在第八百九十页第一行这里就可以看到，所谓的五百罗汉，所谓的罗汉叫做自了汉嘛。啊，自我想要解脱生死，啊，那么在娑婆世界是一个充满了生死苦迫的一个什么秽土的世界，他们就是希望能够怎样跳脱这样的一个束缚嘛，啊，所以他们视生死如冤家，有没有？啊，布三界如牢狱的习性未除，啊，是因为他们的分别法执未空，虽然已经回小向大，但是。仍然不愿意久处娑婆，所以他们所发的誓愿是说于异国土里头来广说此经，有没有啊？并且这里有一个比喻说如堕厕得出呢不肯再入啊，好像掉到那个粪坑里头，好不容易被叫出啊，被救出来之后都不愿意再入那个粪坑了，是不是啊？那这个是阿罗汉的习气啊，习性的问题，所以呢，他们啊，纵然他所发的愿呢，他也不要再娑婆世界，啊，他愿他不愿再入，所以他说他到异国土去，啊，到异国土当中啊，那么来广说此经，弘通这部经典，啊，那当然以《妙法莲华经》是不是也希望能够到其他的地方也一样啊，有人能够弘通，好、啊。所以呢，也不只是这个世界需要弘通嘛，哈、啊。所以五百罗汉他们所发的誓愿，啊，虽然到异国去也不错了，啊，
好，那还有八千学有学无学人的自是红经，所以富有学无学八千人得受记者呢，也从坐而起，合掌向佛来作是誓言：世尊，哈，我等亦当于他国土广说此经啊。好，因为有学无学，啊，像无学人是不是也是已经跳脱世间的束缚？就像这些罗汉、哦罗汉。啊，那么因为在听闻经典的当中，我们有这个数世劫以来的这种自私自利的习性，所以我们难免还是觉得自己想要怎样跳脱啊世间的束缚，所以呢有学无学这个也比较倾向于什么解脱道者，所以他们还是在他国土来广说此经啊。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啊，因为他们会认为啊，这个娑婆世界的这个国土当中的人呢多避恶啊，啊，因为是个秽土的世界嘛，充满了生死苦迫的一个秽土世界嘛，啊，所以呢，人多避恶，啊，一方面是这种，啊，一方面是处所的恶，还有呢，人也恶，啊，因为在这边还是有很多的啊，因为是五浊恶世嘛，啊，所以呢，人多避恶啊，而且呢，怀憎上慢。啊，并且呢，功德非常的浅薄，啊，嗔恨的心，啊，那么这种污浊的心，啊，缠取的心，啊，那么让整个心呢不实啊，啊，充满了这种这个啊，等于是浊在现象上啊，心不老实，啊，心不落实，啊，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心都往外头去奔放的缘故。对不对？所以我们说要深观因缘法，是不是也要摄心，也要能够摄心呢？啊，把我们外放的心能够怎样收摄，才能够深观啊因缘法啊啊！所以呢，在秽土的众生当然会有这些这种避恶之处啊，但是如果解脱道者，他是不是会想要脱离啊？但是如果菩萨道呢，反而要在这个地方耕耘，也因为这里有很多的避恶，菩萨道是不是才更要在这个地方来为众生啊做一些改善嘛？啊，也才能够改善呢、啊，啊，所以这个是比较属于解脱道者哈。那、啊、当然，他们愿意弘通这部经典，那么他们要在其他的国度，当然也是好事，啊，总是他们自己愿意来怎样啊发这样子的誓愿啊，都也难得可贵。啊，那第四呢，就是二类的尼众，啊，他们也自是弘经啊。那这二类的尼众呢，他们也是透过了这个受记成佛啊，之后呢，他们誓愿弘经嘛，啊，那在受记成佛里头呢，会有乔檀米啊，乔檀米呢等来受记啊，所以这个时候佛陀的姨母。啊，因为佛陀才出生几天之后，自己的生母就过世了，对不对？由他的姨母来抚养他长大，啊，那后来姨母就也想跟着佛陀出家，佛陀本来不同意啊，是阿难呢，啊，阿难，啊，那么不断的去要求佛陀，啊，终于答应，啊，说我们女众出家真的要感谢阿难，真的是要感谢阿难，啊，这个才有比丘尼的，啊。还有女众的出家，啊，那最早出家的女众就是佛母，啊，佛的姨母啊，啊，摩诃波舍波提比丘尼，啊，还有呢，与学无学比丘尼呢六千人聚，啊，从坐而起啊，一心合掌啊，来瞻仰尊严啊，瞻仰佛陀啊尊贵的这种容貌啊，目不暂舍。啊，这个眼光都舍不得离开，啊，那这个时候呢，佛陀就告诉乔檀米，啊，那乔檀米呢，也就是佛的姨母，啊，其实就是佛的姨母，啊，因为这个乔檀，啊，乔达摩，乔檀就是啊，在892页的这个解释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啊，佛陀又叫瞿檀嘛，啊，那这个又叫做。乔檀，那这个米呢，就是女的意思，啊，就是女众的意思啊。所以佛陀呢，就告诉乔檀米，啊，也就是他的佛姨母，
啊，说何故忧色而视如来啊，虽然他这个瞻仰尊严目不暂舍，但是啊，这个面容充满了忧色啊，来看着佛陀啊。那汝心呢啊，你的心是不是认为说啊，这个为什么我不说汝名来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戒啊，因为前面是不是有受记品啊，佛陀受记了很多很多的哈、啊，这个菩萨啦，乃至声闻众，是不是佛陀都已经受记了？但是呢，独独哈、啊，就是没有受记女众，啊，这些比丘尼，啊，他说你的心哈、啊，也不要认为好像以为说无所谓哈、啊，说我不来说啊，不来提到你们的名字，其实你内心是不是还是惦记着 啊？因为我们总是还是有为自己的心呐、啊，所以他会有。会充满了忧色，有没有？他的面容里头是不是还是有忧的？啊，会觉得哎，为什么不来为我来受记呢？啊，好，所以佛陀就讲嘛，哈，乔檀米，啊，我先总说一切声闻皆已受记，啊，他总是把所有一切的这些声闻都已经先受记了。那现在汝今汝呢，欲知记者呢？啊，其实你们也一样哦，我还是会来为你们受记的。啊，那将来之事呢？啊，你们的未来事啊，当于六万八千亿诸佛法中为大法师，啊，及六千学无学比丘尼呢，俱为法师，啊，也就是说，他们将来要经过了六万八千亿诸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是不是也是非常长久、遥远、累生累劫啊？啊，那么熏习佛法嘛。啊，为大法师，还有这些六千的这些有学无学的比丘尼，啊，也慢慢都也成为大法师，啊，那么汝呢，如是呢，才会渐渐具菩萨道，当得作佛。所以如何当得作佛，是不是还是要具菩萨道啊？一定要透过行菩萨道，啊，所以他们只要透过行菩萨道，是不是也一样可以成佛啊？所以佛陀也一样为他来受记。啊，说他将来成佛的名号叫做一切众生喜见如来。啊，一切众生喜见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这是不是佛的十个名号？啊，那他的名号就叫做一切众生喜见佛。啊，所以乔檀米是一切众生喜见佛，有没有？啊，而且呢，这六千的菩萨啊，因为有六千的学无学的这些比丘尼嘛，啊，那么也能够怎样转次来受记，啊，一样将来也都能够成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所以佛陀也为这些二类的啊尼众啊来受记，啊，透过受记。之后呢，他们也自是弘经啊，一方面是佛的姨母，再一方面就是佛陀的什么妻子啊，这个耶稣陀罗啊，所以尔时罗侯罗是佛陀的儿子嘛，对不对？罗侯罗母啊，他的儿子的妈妈叫做耶稣陀罗比丘尼，他也作是念。啊，因为当然要长幼有序哈、啊，先为姨母来受记，之后为自己的妻子来受记，啊，那耶稣陀罗当时候也作是念说：“世尊于受记中呢，独不说我名，就独独没有说到我哈、啊。受记哈、啊，前面已经受记了姨母，也受记了六千比丘尼啊，唯独就是我没有啊，这个独不说我名啊。”那佛陀就告诉耶稣陀罗说。啊，如于来世百千万亿诸佛当中呢，来修菩萨恨，啊，也能够为大法师见具佛道啊，啊，一样还是可以怎样，还是可以成佛的，啊，于善国中呢，当得作佛，啊，在这种善的国度当中呢，一样可以作佛，而且也一样会成佛，而且佛号也都能够已经知道了，啊，叫做具足千万光相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啊，所以他的佛号是不是就叫具足千万光相如来？啊，
那佛的寿数呢是无量二生奇劫，啊，他的寿数是非常的长久的，啊，好，所以这时候乔檀米呢，哦，非常高兴的欢喜的来领受，啊，所以尔时，摩诃波舍波提比丘尼及耶稣陀罗比丘尼并其眷属，皆大欢喜，得未曾有，啊，这都是佛陀，啊，身边的至亲呐，是不是？姨母跟妻子，啊。那么他的还有很多的眷属，啊，这都是王公贵族呢，啊，那么也都非常的欢喜得未曾有，所以呢，急于佛前而说偈言，啊，非常的，充满了感恩的心，哈，啊，那么在佛陀面前，啊，用偈的方式，啊，来说，世尊导师啊，安稳天人，哈，啊，这引等于是稳的古字啊，啊，来让天人能够啊感觉心安理得。啊，所以我等闻记呢心安具足啊，啊，也是一种安稳众生的方式啊，因为啊佛陀来受记说你们将来必定成佛，佛号都也都有了啊，连那个世界是不是也都可以预见得到啊，所以呢他们也誓愿弘经啊，所以诸比丘尼啊说是记忆呢啊，说完这些记呢也对佛陀说，世尊，我等亦能于他方国土来广宣此经，啊，也愿意哈，啊，不管到哪一个国土去呢，也愿意来怎样来弘扬这部《妙法莲华经》，啊，所以以上这个都是属于应佛陀的劝属，之后怎样自是弘经，对不对？啊，所以接下来呢，还要重受顾命，自是弘经，对吧？因为这个哈。啊哎，持品第十三品的这个部分是不是分这两个部分啊？所以进入第二个部分就是重受故命来自是弘经啊。那如来的故命啊，如来故命啊。那么尔时世尊啊，是八十万亿那由他诸菩萨摩诃萨啊，因为这个时候佛陀还环顾当。啊，当时候与会的大众哈，啊，有八十万亿那由他诸佛菩诸菩萨摩诃萨，还有那么多的菩萨摩诃萨，啊，环顾着，啊，是这个看着这么多这么多的菩萨摩诃萨，希望他们也都能够怎样自是弘经嘛，啊，所以要透过菩萨来怎样示弘，啊，然后这个长行跟寄送，对不对？啊，所以在长行里头，那么我们就可以看，是诸菩萨呢，皆是阿维越智，就是阿鼻拔智，也就是所谓的什么不退转，啊，都是不退转的菩萨，所以他们能够转不退法轮，啊，而且得诸陀罗尼啊，啊，得诸这种总持，啊，尤其是定得的圆满。啊，所谓的得陀罗尼是定得的圆满哈，在第895页的解释第三行有没有？得不退转轮法轮是什么？智得的圆满。啊，能够得陀罗尼是什么？定得。啊，所以这往往都是在这个定慧啊等持的状态，啊，那么才能够是与会的众生，而且才能够得不退转哦。为月智嘛，就阿毗跋致，啊，那这些是不是都是菩萨摩诃萨，啊，都是这些大，都是一些大菩萨们，啊，所以他们也都即从坐起至于佛前，啊，一心合掌来做誓念呐，啊，说若世尊能够告示我等持说此经者呢，当如佛教啊，广宣司法。啊，这告敕啊，这敕等于是上对下哈，啊，佛陀来劝属这些菩萨们嘛哈，啊，来告诉我们啊，要等持说此经者啊，那么也要如同佛陀的教诲一般啊，来广宣司法啊，来广啊广大的来啊宣扬啊这部《妙法莲华经》啊。好，那么我们先讲到这个地方哈，阿弥陀佛。